文化概念最基本的元素，就是你触碰文字呢，其实在触碰人类思维最本质的那一部分。我们这个民族这个一直这么延续一个完整的一个语言体系，文字体系下来的，那这个呢就决定了我们这个民族的思维的方式，文化性格的这种延续的关系。